爱你了，所以我们特别摆出了 L I K E like 来欢迎你。报告同学，我们的同学啊，就是这么热情，这么活泼啊，排这个 L I K， 他们也是拉到那里面其中一个项目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同学可以起来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校长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是这个班的班导师吗？是啊，请问你是？哦，他是到本校来视察的长官王孤学。王同学你好。你好。这班的学生有点调皮，希望你没有吓到。啊，不会不会，他们都很活泼，很有朝气，不是只会啊一昧的读死书，我很喜欢。看来你这个班导当得不错，继续加油啊。谢谢同学。谢谢各位同学。同学请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。你们几个到底在干什么？回去要多休息哦，然后多喝温开水，然后你有点发烧。哦，盛明会没事吧？不用担心啦。刚好多学来，我们不想给贺老师添麻烦，现在没事了。高冷剧说的也没错，我也太弱不禁风了吧，才零点毛毛雨就感冒。如果我刚在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打起来了。你就不要想这么多啦。可是浙江这几天我就没办法帮你补课哎。不用了啦，我现在不会这么常请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周淑仪回台湾完成她国中学历的证明，所以我就跟我妈说，我决定要先完成我的课业。你舍得放弃你的梦想吗？我觉得人就是要勇敢面对自己，才会成长啊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干脆请假回家好好休息啊？好，不用啦，我不想要惊动我妈，你也知道她的个性，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跑来学校开骂。你哦，个性就是这么好。嗯，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会多多注意的。不好意思啊。现在学生真的是温室的花朵，啊，不过林典宇家长都大惊小怪，难怪这么多妈宝。罗老师，毛玲玲也是为了替学校争取荣誉才会感冒，而且家长心疼自己的小孩也是人之常情，你这样就质疑他们是妈宝，也太不公平了吧。贺老师，我随口说说而已，不要那么介意嘛。这些一队的家长都在质疑学校没有把学生照顾好，校长为了这件事情很头痛。喂，啊，是不好意思，学校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在检讨了，真的很抱歉。你造反啊你！今天早上跟金小帅打架，你现在帮助他是不是？什么啊？我也不爽他啊！你看，干嘛？匿名的信件呢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金小帅挖洞给你跳，你千万不能去。不去，不就代表我没有走吗？还是我找王彤一起去？找他去干嘛？你自己去就好。
伟哥，你觉得金大炮会不会耍剑刀绕人来打我们啊？怕的话你就先回去吧。哎，你破赖我们啊，想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兄弟是要护庭的，我怎么可能绕跑？哎 ，boss， 他们在那里。干嘛这么麻烦，还要找人家来抢？我这个人原则非常简单，只要你跟我道歉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为什么不是你跟我道歉？到底是谁约谁来抢？哎，黄信，你们来干嘛？来凑热闹啊？黄元信，走开啊！我为了我们二 B 班好，所以把你约出来，把事情讲清楚。原来是你约的、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跟这臭叔没什么好讲的。谁是臭叔了？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你吵够了没啊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了毛玲玲，还为了她打架，还打到牙齿差点撞断。还有你金小帅，不要老是只会找这明明麻烦。给我小贺，不要只出一张嘴啦。阿秋吧。加油，小帅加油！赵毅与你同在。开始。加油！赵助理，助理，快为助理，助理加油！助理，赵毅在你旁边帮你加油啊！哦哟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对嘛，这样子握手相亲相爱不是很好吗？啊！哇哇哇！全场关注我。哇哇哇！闪亮全宇宙，穿越了时空不变的感动，敢追敢够敢梦。很好，耶！没事没事。校长，不是我们无理取闹哎，学校为了欢迎同学，让我们的孩子淋雨表演，于情合理都说不过去啊。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学校对每个学生都很重视，一对学生的确是很辛苦，当天实在是事出突然。对，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干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那天督学来视察之后，他觉得我们的整个一队表现得非常的优异，赞誉有加，所以我们校方这次也会针对这有功学生呢、啊、给予些许的奖励。我们不要那些奖励啊，我们只要我们的小孩快快乐乐的上学就好。不管如何，你们校方一定要给我们合理的说法。是啊。各位家长，其实我们也要互相体谅嘛。这件事情我们学校也是非常的为难，因为我们啊实在不忍心去苛责一个在一队面表现非常优秀的学生。说到底，就是我们一队的队长，因为他尽忠职守，求好心切。想说已经苦练那么多天了，不好意思的功亏一篑嘛，所以就非常努力的坚持完成表演。对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应该让女队队长出来跟大家道歉才对啊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们只是孩子嘛，就为了争取荣誉，不至于这样做吧。荣誉表演。各位家长，请听我说哈。我请各位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去好好的了解一下中间的细节，我保证给各位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好，那我们就等校长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我送各位，我送。哎，慢走，不好意思，让您跑这一趟啊。校长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是一时情急，说想要替校长安抚这些家长，没想到。好，算了，既然事情都发生了，只能去面对了。我要好好想想。该如何处理？校长，那个，哎，主任，你是刚刚组长，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不要啊！哦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！干嘛？现在小伙伴，可是那时候不是我坚持要表演的哎。对，我知道不是你要坚持，是主任的意思。毛玲玲任劳任怨的，感冒都还没好，凭什么要替学校出来道歉？对啊，什么？
你们先听我说嘛，你们不在现场，你们不知道那个现场混乱性嘛。那当时呢，是我们在校长室开会，那些家长呢，就是得理不饶人，咄咄逼人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主任的意思是说，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那没想到他们家长就是要求说，一队队长要来道歉嘛。我们也不想这样子嘛。那叫主任自己去道歉啊？为什么叫我们道歉？叫自己去道歉，不是嘛？那主任话都已经说出口了嘛？那你现在就覆水难收，那你要叫他怎么转回来呢？哎，组长话不是这样讲的吧？自己烂摊子本来就要自己收啊。对啊，啊、所以意思是说学校的面子比较重要，就要我们学生自己扛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双方都很重要。杜组长，我们牺牲小组完成大务。校长也认同吗？校长当时他没有讲话嘛？那我在想他是不是就默许了嘛？太过分了，学校怎么可以这样？我。真的不知道，难道呢？算了啦，我直接去找校长。郑明威，老师，难道这种事情要叫我们吞下去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幼小贺是领学校薪水的，遇到关键时刻，他还是会选择迁就学校的决定。要去也是我这个班导去，不是。黄延宪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周老师啊？好了，王丽，你先坐下来吧。郑明威，你先回去坐好了。其实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严重，我们也是想要双方都能够，对不对？那没想到这主任一直口是心快，就想叫我们先去比试表演嘛。请进。贺老师，有事吗？校长，家长抗议的事情，朱主任把责任全部推给学生，我不能认同。朱主任他只是想强调学生争取荣誉的企图心，只是一时心急说错了话，他并没有恶意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应该由主任自己去跟那些抗议的家长说明清楚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情学校自有安排，你只要管好你的班就行。但是毛玲玲就在我的班级上，我不能让她替学校背黑锅。如果连我都不能出来替他发声，那我以后怎么带班级啊？贺老师，请你注意一下说话的态度。我有理行骗天下，校长，这样敷衍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。敷衍，你自己看清楚。我身为一个校长，难道做任何事情都要具心明义的跟你报告吗？校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天就算你没有来，学校还是会自行面对处理，一定会给那些一队的学生做适当的鼓励，并且对那些家长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你说我这叫敷衍吗？校长，对不起。贺老师，我知道你有满腔的热血，但是经营一所私校所要考虑的细节很多，这不是你一个试用期的老师可以理解的。你所面对的只是一个班级，而我所面对的上至董事会，下至全校师生，加上家长有上万人，就算朱主任他要演的角色也不好当啊，白脸黑脸全部要唱，他的压力比你大多了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将心比心。是我一时冲动没有搞清楚状况就来打扰您，抱歉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算了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好好的去拿捏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，别忘了你现在只是在试用期，你不要搞到还没有拿到正式聘书就弄得留校查看了。我知道了，校长，那我先回办公室。对了，新来的数学老师呢，下午会到学校来看一下环境，放学之后呢，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别忘了留下来开会。是。你们几个不去上课，在这里干嘛？我们想说来关心你一下。老师，你跟校长讲好了吗？玲玲还要出面道歉吗？
所以老师，你是用什么方式跟校董谈判的？对啊，你该不会是用些什么条件跟校董交换吧？当然不是啊。其实这一开始就不是校长的主意，玲玲根本不用去道歉，而且校长还论功行赏。这件事也教会了我们，以后要三思而后行。老师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啊？没有啊，反正现在也没事啊，赶快去上课。老师，谢谢你帮我厘清责任。快点去啊！站着干嘛？真的没事吧？当然没事啊，我是救小贺，你忘了？赶快去上课。哎呀，迟到！好啦。哎，我们这样压力好大，听说学校来个高手。哎，那主任跟我讲说，这个新来这个老师啊，哦，他上的课啊，每一堂学生都是爆满了。要命了、啊！他那个教学影片在网络上、啊、点播率是破百万了、啊，百万。对啊，这老师这么有名气，想必是数理界的翘楚。这么厉害的老师，愿意来我们请任教？嗯，这还用说？这都是我三顾茅庐、三寸不烂之舌才把他请过来的。哎，校长。坐。我跟各位慎重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重金礼聘的数理老师熊世佳熊老师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熊世佳，多多指教。熊老师相当的不简单，当初为了到英国深造，放弃了教师甄试第一名的资格。我们企业能够请到熊老师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现在掌声来欢迎。明天是熊老师第一天任职，明天晚上呢，我会办一个欢迎会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。校长，我想各位老师都忙，就不要劳师动众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谢谢。想吃咸的。咸的，可是我今天想吃豆花吧。我每天放学都要吃豆花，到底有多喜欢吃豆花？因为那些真的超好吃的、啊。好了好了，吃豆花。你爸来耶。伯父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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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爸。啊。你干嘛开宣传车来学校啊？哦，爸爸今天呢、哦，专程抓了两只鸡哦，要来送给校长。哎，希望校长能够多多关照我们。爸。关。多多关照一美。爸、啊，你这样很奇怪哎，不知道的人还有人叫 OC 校长。OC 什么 OC？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啊，人情世事都唔捌，真是的。算了啦，讲不赢你，要去自己去，我要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挂他。一美啊，哎、欸，妹妹，伯父。好久不见。哎，对，哎，世佳，你从国外回来了？是啊。哦，很好哎，赞哦，没办法啊。今天你怎么会来这所学校啊？伯父，明天开始我就正式在启英任教了。啊？你爸？这，哎，现在。走了，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有两只鸡要送给校长啊！哎，没事，我们先回去再说了。好，不了，啊，鸡，怎样？你先上车啦！好好好。